我这个人真的不善言辞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喜欢我，也一直用心的在粉我。我不能给大家太多的保证，我只是说我以后走的每一步，我会用心选择每一个作品，尽量做到最好的自己，呈现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作品的时候最焦虑，哎，就没工作的时候最焦虑，就会去想，哎，这个行业到底适不适合我，对自己产生怀疑。一点太遥远的梦想，之前我都不确定表演这一行能不能让我生活下去。对着月亮许愿，不是每一根神经。孤单是座城堡，谢谢大家最近啊这么喜欢我。你的温柔那么欢乐，相信你一寸不要忘记。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等的。好像我们的话筒有些问题。因为太珍惜，所以好的好的好的，那个现场各位来的粉丝朋友们，喜欢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龚俊。对，刚刚不是留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珍惜，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，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。下小雨，大家一定不要感冒了，要注意安全啊！喝到了那种甜甜的感觉，甜甜的味道，甜甜的润胃鲜的感觉。谢谢大家始终喜欢我，看到有更多的人在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，我也很开心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我的粉丝，有点感动。我会把这两本放在我成都的家里面，好好放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到场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我的俊卫仙，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，我的俊卫仙们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